这几天这个四川这边在下水，我们来到了四川泸州的永宁侯。今天要探的这个洞是在悬崖上的半山腰，然后我们从这个任家富这里走进去，再把门给关上。看，这是连续下了三天雨的一个杰作，前面还有一个芭蕉树。从这里开始进入洞穴了，开始爬过一段荆棘的丛林。这很久没人走了，所以呢草都把路给长疯了。现在来到了洞口的边上，这是一条栈道，这个栈道的尽头就是我们今天探索的龙泉洞。这个洞以前听说是要准备开发成景区，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呀，最终开发到一半，后来呢就不了了之了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，现在来到了第一个小洞口，它可能是跟上面的那个大的洞口是连通的。哇，走到这里，风很凉快。哇、哦，这个铁门进来之后就很凉爽。看这个洞口，阳光透过这道铁门洒进来，这里的钟乳石全部被人给敲过。看里面，映着阳光，直射洞里。这应该是挖的地道，看这里，人工垒砌的石头，啊，仿佛来到了石林，洞中石林。这里是小人国吗？我能听到前方有水声，这水声还不小。这里的洞腔全是这种白色的，哦，石不成金。咦，这还有一个塌陷的洞道，应该是个下水洞。这洞还是挺平整的。咦，这边是暗河，这声音很大。看这两旁的钟乳石，白色的，这水平吓人。哦，哦，这下面就地下河了。哇，这里这个洞腔真大，看上面全是这种白色，上面滴水穿石。哇，从这个地道钻过去，这还有字个，1994年到此一游。哇，这里挺壮观。
谁是白色的？看一下这里的地下暗河。哦，那里的梯子可以下去，从那里可以下来。哎，穿过这个拱灵门，拾阶而上。这应该是在之前先准备把它开发出来的，但是呢，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开发成。看这个洞庭，这里是宇宙大厅，哇，看这股水流，哇，上面这个水流好漂亮，哇，看这个水，清下水。哇，继续沿着这条羊城小道出发。很大的水，继续探索主动道，因为地下河太大了。
看宇宙星空的太阳系。